带来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叫 shootdb.com。好，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来，大家掌声鼓励。好，大家好，我是 Long Wong。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我跟物约我们在开发的一个，就希望一个 Open Data 平台，希望大家把资料都丢上来，一起分享去使用。那我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弄 shootdb 这个平台？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就是那个现在 Open Data Portal 其实对可能知道使用者没有很友善，就像这份资料，这是那个台湾村里界资料。其实可能大部分会那个，如果你不是地理背景，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TWC9711 分段，而且你光看到这样的东西，你也不知道这里面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对很多资料使用者来讲，可能就是个门槛。然后另外就是像 GDB， 很多没有人都喜欢把资料往GitHub 上面丢，但往 GitHub 上面丢有个缺点，就是当资料只要大过 1MB 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看，你就必须要下载下来用，就很常会遇到说你看到资料会长这个样子，说那个你就只能去看原始。然后另外就是像我跟木月也是常常做很多的资料应用，那我们做应用时也都常常会每次做一个应用可能就要想办法自己搞个 API server， 但也是希望说要是有个平台能够帮我们把这边解决掉就好，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 CDB 出来。那么像刚刚那个村里界的图，如果把它直接下载下来，然后传到 CDB 后，这边就可以看到它变成 sheet 就是表格的形式，然后也可以按地图浏览，然后地图浏览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资料长什么样子，所以不需要再去下载什么 QGIS 啊或者 ArcGIS 什么之类的，只要把资料往这上面丢，然后就可以直接看。然后另外我们也想让 CDB 变成一个五星 Open Data 的平台，那这边来回顾一下五星是哪五星好了。第一颗星就是 License， 就是我希望 CDB 接下来是让大家上传资料的时候都可以补上你资料的 License 什么，让使用资料的人都可以安心的用这些资料，而不用说为了什么奇怪的授权问题然后被告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两颗星，就是像现在 CDB 已经可以这边可以下载，然后有提供可以下载 CSV、Excel 跟 GeoJSON， 就是无论你原来档案是 Shapefile 啊，或者是 CSV 或者是 Excel 什么，丢下来后都变成这边是可以用这种形式下载。那会提供 Excel 是因为其实现在还蛮多就是资料的使用者，他可能比较没有程式背景，所以可能 Excel 对他们来讲可能还是比较友善的一个格式。然后也提供了就是三星，就是像是 CSV、JSON、GeoJSON， 然后之后也会提供 KML 下载。因为 KML 也是比较地理背景人会比较常用的格式，然后再来就是每一笔资料其实我们现在都有加上 URI， 所以等于说我们所有资料都有自己的页面，那其实这样也方便就让这些资料很容易在 Google 上被搜寻到，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找这资料的内容，你可能 Google 就找到了，就卡住了。然后有了 URI 之后，下一步就可以做到 Link Data。 那像现在我们的开发计划是，我们会让使用者上传了一个 sheet 之后，我们会判断说它那个栏位的意义是什么。例如说，假如这个栏位有包含台北县，那么我们就会猜说，这个栏位其实指的应该是1984到2006年之间的台湾的那个县市界资料。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栏位标记说它是县市，那么就可以把这些跟县市有关的资料跟其他资料 link 起来。所以只要一进来，然后证件里的资料是写的放的是那种就是什么邮地区号、村里代号，其实到我这边都可以来判断出它是县市，然后可以把不同形式的资料然后合并在一起。那我这边展示一下几个功能，像现在CDB是可以上传 GitHub 的，所以像这个 Deep 档是我从那个社会经济资料库下载的，就是所有的就是历年来的那个村里人口。这里面是一个 zip 档，然后有 RAR 档，然后里面放了20几个 CSV， 所以只要这样传上来后，就可以看到每个资料长什么样子，然后就可以产生出一个 sheet 分享给大家。
然后这边转档，我转档也有提供 API， 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就自己不知道什么样的格式档案就丢上来，然后用 API 丢上来，然后就可以把里面变成很友善的格式把它接走。然后另外也感谢就是 Insecure 这个工具，那我们也有做让大家可以线上编辑，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协作一个资料表，所以假如要共同编辑一些东西需要一起 key 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过来这边使用。然后地图浏览功能的话，其实连线面都有，像是这份资料是台中土石流显示，所以其实只要有地理资料，也就往上丢就没关系，就可以看到。然后另外也有做索引功能，就是因为有的资料其实资料量非常大，像这个是台湾村里街，它可能有7000多笔资料，但是我今天我不想要看到，不需要看到全部，我今天我可能只要处理高雄的资料，那就可以选索引，然后选高雄。所以下面就只看到就只有高雄的部分，然后这边选地图的时候也就只剩下高雄的部分。然后下载的资料也可以只是高雄部分，所以假如你今天是要做一些跟高雄有关的应用的地理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过来这边选择，所以你筛选之后，然后就直接下载就变成回去使用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预计会在年后，因为下礼拜我们就会在 CDB 首页上面放一个可以让大家来登记，说想要试优先试用的，就可以在上面留下您的 email。 那我们预计就是年后就会开始发布邀请，那大概5-6月应该就会让大家可以自由注册使用，那欢迎大家就是多多使用，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遇到我跟木月都可以跟我们聊聊，然后或者是这个信箱也都欢迎大家寄信，谢谢大家。害到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刚才还 live demo 好，我们。